老板你好，请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庆南，今年25岁，我身高170，我体重70公斤，我还没结婚，我高中毕业，以前我有学过修理汽车，2年，我一进去台湾3年，有三年机械工，请老板给我一个机会来台湾赚钱，帮助家庭，我尊右手，没有喝酒，没有吸烟，谢谢老板，我介绍好了。应该有。你再来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